李瑞，你带你的人赶紧去西川，望清楚敌人伫遐详细布防的情况。你这摆去的任务是侦察情报，袂用个家己了代志的。咱牛军长一直强调，这是咱立条的第一战，袂用个有问题。你着放心啦。唔过，咱立条拍的第一战也太简单啦。我阿遐陆顺风上输个。放心啦，后面有的是大战二战，互你拍。赶紧带你的人出发啦！赶紧甲情报甲我传落来，保证完成任务。阿勇茂，到，过。臭小囝，想歹无？想。我跟你讲啊，咱有空客做啊。主席啊，平老总的电报，你怎样看？我认为，就军事方面来讲，唔做办袂到的代志。目前独立部署的战友，是毋是有法利用敌人完全无想到的突然性？专接两个、三个，甚至四个南朝鲜的事。假使这摆独联性的作战成果无大，南朝鲜几个师的主力无迅速消灭，还是逃走，还是固守台湾，敌人增援到底，逼我军后退，安尼，四川、重庆。啊，面临危局啊！那是美军飞机对我军轰炸造成威胁，我军只能进行夜间行军和夜间作战。除了平壤、汉城、甲釜山等大城市及其附近地区，因为我军无飞机、无法攻占以外，其他所在敌人是无法予咱一个一个消灭的。安尼，必须敌人。甲咱进行外交谈判。我看美军人员袂啦，伊战线拖啊各宽各长，全世界代志伊拢要管。哪顾会着？无用个假话。哈，叶祖良，你将阮谈话内容整理一下，发予皮总。是。日军取得即摆战役个完胜，日军。在敌机炸了的，照样有法保持旺盛的士气，进行有力的作战。反正，咱应当伫个稳当可靠基础上，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。是。皮总，嗯，三十八军的电报。你有大气啊！哎呀！啊！你个金川所啊！哎呀，天都要光啊！幺幺三四还未到高林洞啊！娘大气，到底是怎样啊？皮总。其实好消息也是有的，四十军发来电报，讲因的侦察员要到分山啊，还未发现敌人呢。这是什么好消息啊？拄到敌人啊，这才是好消息。一个山沟内底米烧车，啊？你看袂着我，我也看袂着你，这是什么好消息啊？皮总，咱的现场。行夜路，不过敌人无擅长，所以敌人伫天光以后肯定会出现的。你看麦，你看，这才叫做好消息，怎样？伊也是分析我的消息嘛。皮总，三十八军行军路线顶面拄到大批难民，咱又搁特别注重军装纪律，所以就拖累了行军速度。不过皮总唔免烦恼，牛军长就以江西老表也无了解嘿，派前告降。绝对袂让大家失望啊！对，一定发个时间抢到来。无遐尼简单嘞！天若光，敌人的飞机若飞出来，我看你有大机要去倒落。无说你啊！电话个幺幺八四，甲敌人拢拍起来啊！三十八军还未到，啊，咱几个作战计应，要飞到遐尼大机出来啊！你个看卖。
生员，镇长卫生员，我来救人。报告军长，军司令部一只车并落去啊！江副军长，叫我向你汇报。什么情况？有人受伤无？朱进科、王科长甲车顶其他同志拢牺牲啊！老陈啊，路太歪啊啦！司机为着骗着难民，为边头过去，无想到这是一条新路，路基无压实，结果翻车啊啦！路基无压实，还佫有就是天太暗啊！司机开车唔敢开车顶，看袂着路。这一边是悬崖，一边阁是崖壁，天顶还阁有美国人的飞机。唉，实在是太难啦！悬崖、崖壁，甲天顶的飞机，咱拢顾袂着。但是，临时看袂着路这个问题，咱应该开，阿必须得找个办法解决。军长啊，无开车顶，该怎样解决的？我一支指导，来，叫各位建筑，将这个挂在墙壁顶面。照月亮的反光，和司机以为参照物，应该会减少真多事故。哎，这倒是一个好主意啊！我马上去办。好，另外，要提起证书，临时行军要注意安全。若是落雨，惊乌唔惊光，惊光会冲动；若是好天，惊光唔惊乌，惊乌会吃亏。知影啊，军长。起来。老老，甲技术，我怎点了？好，三十八军，啊，够人民军，岛南的难民，遐尔侪人，开伫咧一条遐尔歪的山路顶面，到底向东行，难免会出现一寡意外。意外，意外，拢是意外的歹消息，怎么意外的好消息呢？有好消息，四十军主力。已经赶到了北定郡以西，离温县拢无远啊！无得卡，真紧就会甲北环的敌军拄着啊！兵贵心速，这正是我要挃的兵诶！甲因讲，线索抢占有利地形，修建工事，注意精彩精彩，准备一场左固战。知影，李总，你一定别注意啦。小赵，到，甲三十八军发电报，先肯定因的努力，叫因注意往北。排除一切干扰，专属挺进四川。是。